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Beeple， 今天我要带来呢今天的三国之史事，然后呢我要带来反董卓联盟剧本，要来玩一个超级冷门的势力，却是反董卓诸侯之间里面呢独霸一方的诸侯，那就是魏楚鲁南的孔侑啊。他呢开局人手只有三个，都市只有一位，我觉得难度应该算还蛮可以的，想再来玩玩看。这次呢玩的难度是超级难的嘛，这边按错了，先调成超级。这剧本的孔侑呢开局只有三个人才，但是呢鲁南城里面却有六七位的在野武将，然后呢还有一些隐藏的在野人士呢等着我们探查出来，我觉得算是还蛮不错的。加上都北方的许昌，右边的寿春都是空白城市等着给我们去取啊，然后又跟目前又跟周遭的诸侯呢是同盟状态，所以呢很利于我们慢慢的发展。像是东边的张超啊，北边的曹操、袁术都是反董卓联盟的一员，所以呢我们可以非常缓慢的发展，起码在这24个月两年间可以好好的厉兵磨马，等两年一结束呢就可以开始大肆侵略。我们鲁南的张绣、张孔侑，这边开局就有一堆人才啊，有周仓，又有公都，虽然有一些是黄巾军的废物武将啊，但是呢没有总比有总比没有好嘛。这就是我们孔侑呢已经拿下了寿春，然后北上进军朝鲜，要夺取朝鲜的徐州的画面。这时候我们连荀彧都探查到了，荀彧没有被曹操收走，而是被孔侑收走，真的是非常的棒啊！收到这个自神自将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实在是太爽了。然后我们顺利的灭了朝鲜，收下徐州六郡，坐拥了中原将近一半的土地。目前呢，我们与曹操做同盟了。但是呢，很过没多久呢，我还是派兵攻下了曹操的濮阳，正准备要与他决一死战。这边我决定派遣我们的廖化将军，去截断曹操派遣的兵马，要来偷我们小沛嘛，所以我决定去断他粮。ついてこい！派遣周仓跟廖化呢，带领风使阵，前去断曹操的军粮，抄他后路。为此，我还在小沛的前线盖了一些陷阱，就是怕有什么闪失。然后这边的战线呢，我一边又派遣了孔侑带领的大军，从鲁南发兵许昌。虽然呢，我们孔侑的那个武将的官位都不是很高，所以带的兵数没有办法带那么多，加上这是超级难度，敌人的部队呢，他的攻击力都非常的强，所以呢，只要贴到城池呢，很容易兵就没了。所以呢，我在玩这局的时候呢，都很谨慎。こちらをご覧ください。基本上，一定要多占一些府，才敢慢慢的贴到城下去攻城。なんでしょうか？我这边就一不小心出太多人了，出到那个鲁南断粮了。各位可以看到鲁南断粮了，因为我不小心一次出太多人，加上鲁南又一堆山地，所以呢。心得ました。差点造成我们全部都败，我们军粮都快没了，所以我急忙快派遣公都赶快运粮，从寿春运到鲁南，希望能缓解燃眉之急。然后北方的濮阳呢，曹操为了想要偷小沛，而遭受断粮，个白痴，这跟现实的曹丞相不太像。何か用か。不可能！任せてくれ。绝对不可能！好了，他现在也不是丞相了，因为他根本就还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。
承知しました。看荀彧真的是一等一的神将啊，他的那个他的土地占领范围高达17，一回合可以占17块地，而且又有名声的个性，超强。各位也看到，即便我们断粮损失了一些人马，但是呢，我们鲁南还有38000的兵马。我呢是打算再囤多一点军粮啊，一口气干掉曹操。不然曹操他武将实在是太多，不需要优先处理的话呢，等他壮大也不好打。即便他失去了荀彧这个神将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先以他为解决目标。解决他以后呢，这局应该就破了。孔佑台就破台了。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ご報告いたします。遅れるな。该来给予曹孟德最后的一击了。我们南北两军合兵一处，夹击陈留跟许昌。看看可不可以一口气拿下两座城，一口气把曹操吞了，这样呢就可以进取洛阳了，把吕布也一起灭了，就可以迎接献帝。我们反董卓联合的诸侯里面呢，就属孔佑是唯一的真命天子啊。承知した。孔佑啊，我们打算派遣大军前去包围许昌啊，许昌只剩6000人了，我觉得胜算应该是蛮大的。加上我又有登到吕蒙，跟吕蒙也是神将，也被我孔佑登到，基本上吴国的神将都被我孔佑登到。こちらをご覧ください。哦，忘记说这局我是没有开自创武。那个自创武将跟古武将的，基本上都是三国时期的武将居多。出陣する。ご報告いたします。どうした。分かった。参ろう。なんだ。分かった。放て。魅力を尽くします。
ご報告いたします。なんだ、わかった。出陣する。こちらをご覧ください。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打到陈留城下了，即便都这样了，我还是想要步步进逼啊，毕竟是超级难度啊。如果我一贴到城池，他们如果出一个什么风石阵的 部将冲出来，可以直接把我们全部的部队都扫掉，很恐怖。这攻击实在是太高了，基本上我都是到城下隔个一两格，然后等下一回合可以全部都贴到城的时候呢，才发起全面进攻，都是一只一只集结好以后呢，才一口气打。看，我们登到诸葛瑾有点爽了。我们南北双线合一，看可不可以击溃曹操啊。こちらをご覧ください。呼んだか。心得た。呼んだか。任せろ。完成だ。続いてください。行くぞ。どけ。こちらをご覧ください。うむ、心得た。何か言うか。やるか。うむうむ、はい、承知し、こちらにお任せください。お礼申し上げます。这边我打算是先盖一些陷阱啊，不然要是那个曹操军提早冲出来的话呢，也不好应对，至少可以用陷阱来挡一下。我是怕他们这样，但是呢，殊不知我兵力够多。何か用か。兵力只要至少是城防的敌方城池的两倍以上，どうした？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，除非有攻城器 ，AI 他会优先打攻城器。看许胜的7600而已，やるとしましょう。我觉得这局是胜算蛮大的。各所より報告です。なんだ。何か。承知した。何でしょうか。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こちらにお任せください。うむうむ。それな、兵法教出来的都是呆子，何时才能成为真正的主将？我只能这样慢慢的集结啊，我直接跳到
东极许昌城下的那个画面哈。好了，开始攻击许昌城了，两队已经贴上城去了。那几千具尸首换来的战绩，今明两夜，尤其是今夜，务必加倍提防。至于如何设伏，交你安排。我要睡了。遵命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最怕遇到的，疯子正能冲出来，直接把我的那个女魔盾8000个通胀针都给我打烂。这样，只要让他贴到工程器，我们就尽力打赢吧。就像现在，看，基本上稳死的，全部都死光了。全部死光了，都被这双疯子震害死了。女王的冲撞这个人都听不到。